大家好，我是顾宝明。顾宝明，台湾喜剧界的泰斗，但不管戏剧上的成就再高，都弥补不了他心中的遗憾。我相信他是爱他的儿子，但是我是没有做到他心中的那样的人，所以我也对他很，也其实相当是遗憾，这个阴影很久，搞了好多年。舞台上抖包袱，舞台下说不尽的人生事，请锁定本周六晚间9点，影响力100遇见顾宝明。